It's my precious. 你不要过来。从小瑞宝就非常爱笑，和福宝小时候一模一样。爷爷打扫卫生，瑞宝也是笑脸相迎。看到妈妈和辉宝在玩，自己也在一角落笑起来。瑞宝在外场时，宋爷爷尝试扮鬼脸逗瑞宝玩，紧接着有了开头那一幕。It's my precious. 你不要过来呀！宋爷爷和游客打完招呼，便把瑞宝抱起来。看来瑞宝不想让爷爷抱着，这是把瑞宝吓到了吗？瑞宝在举起的那一刻，用双手捂着眼睛。看来瑞宝不想要被抱抱呢。有人。但是我们宋爷爷也没有放弃拥抱瑞宝的机会，再次把瑞宝举起来，逗得瑞宝哈哈大笑。有人。时而害羞时而大笑的瑞宝显得格外可爱。爷爷见状，连忙把瑞宝抱回观景台。宋爷爷告诉瑞宝，爱笑的宝贝依依很喜欢你。瑞宝这性格和福宝小时候一模一样，灵动的双眼下带着几分秀气。瑞宝从小就爱攀爬，不怕摔的精神和福宝有的一比，看的都心惊胆战的。就连辉宝想打他，瑞宝也学会让步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在瑞宝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，是有意为珍贵瑞宝记着呢。有人。